啊，终于用完了，换你去看剧情。超久，我那时候好像也是用好几分钟。对啊，这就只是欧洲、非洲的选择而已啊。比较重要的是那个高级餐券和那个票。嗯，剩下就还好。放地瓜。哎，强制一个人呢？那就没办法。强制一个人哦。对。好吧。所以我在看，我还在看是那个剧情。加油。奶油灯啊，原来灯具是在这边，家具在这边用的哦。对啊。啊，来找兵种了。等一下，我刚不知道拉到什么东西，我的视窗全部变小了。啊，兵种了，我很急。好恐怖啊！这显示窗啊！下去就遇到了，我以为要走。哇，视窗全部被调过了，很小，恐怖哦。连字都变小，就全部变成就是视窗化。哦，可能按到了。我连魔物的视窗好像也变了。多少的视窗变了，你要？我们就有视窗怪怪的。冰咒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冰咒有瞬间马赛克了？等一下不对劲，啊！看，哇！我连我的赖也视窗也变了，看。等一下，我的画面好恐怖哦！我有更恐怖的，我要猫车。不要一直突袭啊！我操，是傻笑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可是我一直觉得四川怪怪的。可它显示四人呢、欸？没有，就一人。好吧。屁啦！你会发现你接龙之后，它是四重按键可以让全部四窗大小改变。我不知道，我刚刚就是按拉四窗，然后按住右键，不然拖到什么东西，就造成全部的画面都一个 size。像我的那个 LINE 的小窗，全部跟魔物猎人一样的四窗。我操！
月から持ってきたと祖父は昔言っていました。もう二度と行けない思い出の地だと。新大陸から戻った祖父はこの石をずっと調べていました。いつもは陽気な人でしたが、石のこととなると真剣で、結局何もわからなかったようですが。对，我有落石，我干嘛？どんな気持ちで持ち帰ったんだろう。なぜ私に見つけてこいということなのかな。40年前には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も誰かに託され引き継がれ、いつかはなされるはずです。その繰り返しが私たちをここに連れてきました。この答えだってきっとあります。这样还能打吗？还行。可是也比较怕，也是怕那种近身的。まだまだ上がかないと。それにしても、イベルカーナはどうして流血症の地に来たのでしょう。他起身了。结束了，赢了，击退了，两次落石 KO。为什么我的角色要头要歪歪的了？他说可以发出救难信号啊。是吗？可是我刚才你要不要进来看看？看完剧情了。不然我等下，我再看完剧情再加。我看完啦。可是我还在看看结尾的动画。哦，变身了！为什么我头是歪着啊？你们现在打什么？我在冰咒龙。冰咒哦。怎么了？不是啊，我看我的角色很怪的啊，我的角色头一直很歪哎、欸。我听到变身了，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打到天地龙。为什么？是卡 bug 了吗？我刚才我的角色在动画里面呈现在歪头状态。卡 bug 吧？对呀、啊，然后他连飞步的时候头也是歪的。好奇怪的画面，怎么在那个位置？啊，还在下面，下面。我以为还要顶着这个，顶着下。嘿，阿姨。我，好逼。他其实比较麻烦，基本上这样基本就没什么问题。他好像。
气的时候。他晋升，他对付晋升好像只有回血，回血。他还有一个飞到天上，然后往地板吐的那一个，那太近也不太好。击退，我没有看到击退，我知道有那一招。你击退是在那个？对啊。星辰那边击退的吗？接下来该不会就开始打压了？我有点忘了前面剧情是怎样。没关系啊，我正在体会。欧巴桑，我也知道，我一开始要打伏面龙的时候，这是箱子的声音吗？啊，对啊，哦，对啊，怎么了吗？没事，我在猜是谁的声音，我在这边看。哦，我之前在打伏面龙的时候，就直接奈米全部带好，他在涂瓦斯的时候不管照打。对啊，三颗就可以去。欧巴桑，没事的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是玩重棍，所以我去打那个什么毒妖那水妖的时候，我一定得带那水，不然那水属性负面一直上太麻烦了。走势达人，那是说我魔猎好久没开了，现在都长超级了，我连金狮子都还没打，真的是很久，对吧？然后那个什么名次楼我也完全没碰过，你金狮子都没碰，你怎么碰梦名次楼啊？不冲突啊，看要不要打了，对啊，说明他在东京有人，因为名那个什么，我记得金狮子的任务跟名次楼的任务不冲突，第一次打冰咒的话，其实没有很难打。啊、我感受到了，他就一直突袭。对啊，然后后来打冰咒的时候，如果他莫名其妙非常激动，就很难打。对啊，激动。我之前有一次打的时候非常激动，一靠近他就疯狂尾刺，然后一远离他就疯狂突袭。
那个箱子。对。斩龙套全套效果是什么？啊、对，我可以自己去看。如果你已经打过斩龙，可以直接去看。你现在问我，我也得开游戏起来看啊。但你不觉得在我们玩的时候，想到了。斩龙跑到。不过打斩龙还比较不好断尾。之前打的时候，我记得是把它移到最前面名称那边，然后再按那个技能显示那个吧。晕啦！有排序式和旋转角色。没有，我是说他不是混那格子吗？不对 ，PC 版的，我想一下。记得他之前那什么有客制化的武器，你再往上升上去，他客制化会消失的。是啊，对啊。所以我现在没有拿升级的装备啊，我现在是拿其他的装备。但是其实没有客制化的装备也 OK 啦，因为我之前就没搞客制化，还是拿升上去的装备去打的。机会磨刀嘞，都绿斩了哎、欸。
哇哦！哇，敲到头！你卡在这关？你说冰咒龙你打不破是不是？啊？没有啦，观众啊。哦，巴桑，你的字。这样还不死，我不信，怎么可能不会死？差不多，就我是用那个啦，蒙牛的全套，再加矿石武，欸，不是矿石啊，那个防卫队的武器，这样，因为蒙牛全套可以吃到，可以到吃菇山，所以就吃风茄。一度。揃っているな。まず体はもう君の力によりイベルカーナ、これは君にしかできなかったと。さて、当のイベルカーナはイズコへと去ったわけだ。これについて説明。はい。五騎団推薦組としばらくの攻防の後、その後渡りの地方変容の理由、それと私個人の印象ではありますが、目的があり、あくまで極寒の地に住まうはずの古竜が一時でも地脈たぎる竜、もしかして外角の急激な、いずれにしろもう一つ変容したイベルカーナですが、とてつもない力、このままではよし、調査班は急ぎ渡りの地に戻り、イベルカーナの所在を明らかにしてくれ。还没开始做技能装备，该做了啦。技術班は万が一に備え防衛の準備だ。稽古と以上，解散。解散。好啦，准备关台啦。明天应该是投完票才开台啦。イベルカーナを探し出さないと。探索で渡りの伊達に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。先輩が心配事があると言っていましたが、どうしたんでしょう。そうさな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对啊，最近都会一直开魔物猎人啊，
感谢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！大家晚安，明天记得投票，拜拜拜拜拜拜。相信你所的回报。嗯？还要打吗？等我一下，我先用一下后台东西。嗯。